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田耀，来一个面馆。有吃，对，今天吃牛肉汤。这什么呢？刚刚讲这什么？打开看这是什么？什么稀有动物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的蛋炒饭。对，哎呀，我们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，吃一口下次，还蛮好吃的，然后这是粒粒分明，对啊，粒粒分明，对，粒粒分明，然后它这个，它这边有葱。对，嗯，很多只哎，那个两只吧，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七只里面还有蛋，八、九、十，这里面有十只虾仁。买家才75块，嗯，刚上床吧，不错的，对啊，刚上床很好，你觉得还行？嗯，我吃饭就是要忍住放屁，因为我装麦，对，我要忍住放屁。嗯，还是运动一下，哎呀，然后加一个这个，这好像吹都是他制造的时候，没有会不会有什么问瑕疵吗？都吹一下，因为我都做制造东西啊。哦，好喝。为什么我会瞬间动？因为这至少半天都很干燥。
啊，牛肉汤不能喝啊。你说好，我这样不能取说你这里是什么？过好这边多一个饮料，我就觉得你还在吃，你到底是香草饭还是饮料？对啊，就是有这种把戒问题。嗯，你有没有强迫症？强迫症，对。这家人会甜哦，我是蛮怀疑的，为什么虾子不是都是这样一只一只的吗？为什么会变虾仁？我百思不解，真的有点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懂了，欢迎游园。对啊，欢迎大家全部留言。对啊，1000个赞，1000个留言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恩 ，Thank you 马吉。嗯，好亮了，蛋头好亮了。这就是牛肉汤，还算蛮多肉的。不过你要吃牛肉生牛肉，那要去那个台南。台南早上那个生牛肉泡汤，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放不进去，放不进去、欸。哦，而且它汤蛮浓郁的。没办法，汤很满，我只好先把汤喝掉，汤蛮好喝的。清甜的好滋味。我都买不到牛肉汤，每个牛肉汤都是加酱油的，都没有这种清澈这样，清澈牛肉汤。好，牛肉汤有啊，牛肉的面的酱油汤，只是他说没有热水冲的那个牛肉，热水冲，热汤冲生牛。嗯，那应该是可以。牛肉，好，都不浪费。然后那边还有一点点，这边还有一点，把它勾出来。勾出来才好吃，没勾出来这碗不就废了，少了一味，少了一根那个姜丝跟那个一块葱的味道，我俩都差很多，然后整个就这样，
养龙鱼，对啊，真的很多。怎么样的？嗯，完了，好像有点酒香了。不是那种牛肉吃起来臭臭的啊，那那个灶灶没洗干净。不会，完了。就甜甜的。你吃那种牛肉啊、羊肉，照料没洗干净哦！天哪、啊，好像也不会怀念，酒香有没有？超酸的，哇，那肉超嫩的。那个爆炸，汤浓郁，满满的那个烤的味道。哇，一滴不剩。希望我的订阅可以破万，谢谢大家，慈善捐。对，我今天想说要来录一段那个笔杆的声音。等于是后面的精华，对啊，有看才会知道，才知道麦克风的厉害，还有现在的脚架的厉害，虽然有点化学药品，再加点臭臭的，对，可是没办法，先试闻先嘛。哦，吃这片。这上面第十遍，那下次见。